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吴益珍、陈其迈、刘建国等13人，有鉴于自今年年初开始，保姆虐童或照顾疏失的新闻频传，凸显我国保姆制度尚有待改进之处。现行的社区保姆系统接受政府的委托，负责执行管理和辅导，但访视人员并没有抽查访视的权利，故系统内保姆多以接受辅导为主。加上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通过后一年以来，第25、26条执法规划朝向保姆只需做刑事的登记管理低度化方向发展，使得社区保姆系统管理日益松散，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不适任保姆。而且即使保姆被投诉且查证属实，只要没有严重到被强制退出系统，保姆可一犯再犯，直到下一位家长及幼儿严重受害为止。为使家长能够进行严密把关，建请行政院应该重新强化社区保姆系统的管理功能，实施保姆的绩点退场机制，以规划保姆考核绩点制度，并对绩点超过一定比例的保姆废止登记，建立完善的退场机制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布。